现印象分别是什么？我对兰姐的初印象就是，就可能看了那个《延禧攻略》吧，然后就对她觉得兰姐是一个特别温柔的一个女孩啊。女孩。兰姐是一个特别爱笑的女孩，当然爱笑的女孩运气一定不会太差。完美，完美。千万别让魏大勋开口说话。场面一，这最大的是大勋是吧？嗯，八九。大勋，你算八零后啊？对啊。原来出去拍戏都是最小的。对，现在都叫哥。嗯、我原来拍戏也是最小的。你十八是拍的吧？十八。就跟陈凯歌那个是不是那个？对。第一部戏就跟那么大的导演合作。运气好呗，不是，是你优秀，是你优秀。棒棒！我们说大勋哥，我怀疑下一季你要替我。大勋哥，你的成功不无道理。根本没走捷径。优秀的人他就不用走捷径了，优秀的人只要走起来那就是捷径。优秀的人只要走起来那就是捷径。场面二，朋友出门之前对你说，嘿，小胖子，我出门了，记得把电费交了啊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小胖子专心的玩游戏，完全忘了这件事情。怎么变成小胖子？对，然后小胖子的女朋友下班终于回家了，也回来了，啪，停电了。这时候小胖子你说，关爱地球一小时，今天这一夜熄灯，虽然可以给地球节省很多资源，欢迎你回来，厉害厉害，我们做到了，太棒了，为你点赞，这个有，我们做到了，这个好，谢谢秘密，请坐，来大勋回来，你怎么你觉得你是无冕之王了是吧？不接受点评了是吧？来，三位请选择，哇。关爱地球一小时，看来我们三位评审都有环保意识，都是有公益精神，全票通过。场面三，我是坦坦，你是坦坦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说啥呢哥，你就不要装女生了行不行？我们要点菜。哎呦，这个声音很耳熟啊！我们要点菜。哥，你这东北话学的不行啊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知道啊，你这个台湾腔学的也不行。你要吃什么，哥？我要吃那道土豆炖茄子啊！土豆炖茄子，我要吃鳗鱼饭。鳗鱼饭。好的，知道了呢。我们今天这两个小小的愿望在这边一定要实现了。好，等你们哦。场面四，葫芦娃，娃娃鱼，娃哈哈，娃娃菜，蔡徐坤，蔡徐坤，蔡徐坤，腿肚子，自助餐，什么自助餐？腿肚子，对。子孙们，什么玩意儿？子孙们 ，OK， 认证。子孙们可以吗？可以，这是个名词啊。子孙们嘛，子孙满堂的子孙。门名词。门栓子。门把子，快一点。紫光灯。灯啥呀？灯饰口。灯饰口可以。口水鸭，口水鸭，鸭脖子。场面五，看到大勋一点也没有什么惊喜的那种感觉。一般新学生来啊，都得自我介绍一下。他是从咸鱼学校来的，专门培养咸鱼，甚至想让他回到原来的学校去啊。别这么说，同学们好，我是从那个
还放心。有些人开心的又舔起了牙齿。开放学校放出来的，对，没学好，然后说这块有一个秋季，这个那儿没学好就转这儿来了，这儿比那差怎么的？那儿没学好到这儿了，我们就不乐意了。希望再进修一下，回去。他们说这边好，我再进修一下。哦，那行，那行，那行。场面六，考虑清楚啊。草垛，草莓，快走快走，加油！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快走快走！加油加油！快走快走！加油加油！快点，大勋！加油！你看，快到了，你快到了，快到了！大勋，快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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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别别干扰我这！这个不算干扰，没碰到，没碰着你啊。这个没有碰到你不算干扰、啊、欧了欧 OK 你 OK 个啥呀，你都下场了。场面七，哈喇子，用普通话讲口水掉哈喇子，流口水，对。哎，英文不能讲，可以讲方言。那个我们那天在嗨方派演戏的时候，角色黑山，不是司仪，不是俩字儿，这不都俩字儿？那个小的反义词是什么？大壮。对。三十秒倒计时。龚丽娜老师唱的歌。龚丽娜。阿萨迪克多迪克多迪克多，阿萨迪克多迪克多迪克多。对，这个叫啥来着？心里什么不安？心里特别不安。你有病啊，就是那种上上下下的那种，心脏啊，你上上下下了，心悸。你有病啊，你有病啊。场面八，还不吹啊？这太阳，关键你知道这个现在有一对儿，我就有点、啊、就我就摸不准，就摸不准了。他就我这不一定是赵耀天，我这不一定是洁白无瑕。洁白无瑕应该是玉。嗯，这是我来了这个了，我觉得这是洁白无瑕。那就翻吧。哎，小童正确了，但是大勋同学，洁白无瑕就是这个月亮，真的是这个？对，满月嘛，不是刚过完中秋节吗？啊，天哪！所有考试中你考的最低的一门是什么课？英语。考了多少分？38。喜欢朋友怎样称呼你？叫我勋哥。场面十，来吧，你先吧，滚吧。好，来，准备。哎呀妈！哎呦哎呦，好痛！你别拿头顶啊，改玩倒立了是不是？哇！好准啊！非常准。走走走，勇敢一点。对，就这。对对对。完了，你这
再往前，最后一步，走，走走走，颠倒，哎，零分，好了，大勋摘下眼罩留在原地。